这是基隆山，然后这也是劝济堂，这也是茶壶山，我的另外一台相机。基隆山漂亮吗？来手可以拿高一点，有没有？这是基隆山，这边有像天龙座，有像天龙座。这边是天龙座，好，那你就负责天龙座了。左边一颗，左边一颗。
还去了趟顶斗，那个海上渔船比前天还夸张，除了土星外什么星都看不到。我们看一下那个楼顶楼的情况，太惨了。这个海边太亮了，你看海上都渔船，光害比前天还惨。这一颗应该是土星吧，照这个高度跟前天拍的，然后往上没有任何星星，这边有几颗，这边怎么做我不晓得。这边天蝎座这边有，哇，南边这边天蝎座，肉眼看都是云啊，勉强相机里面还拍得出几颗星星。这个云太多了，对呀，这边是八斗子渔港，我们看不到仙后座，在云里面吧。然后天龙座流星雨应该也在这个方向啊。看一下西边，西边这边就不少星星，现在的天气很尴尬，没有那么晴，我觉得不拍了。试着，你看这边，就算这边的土星还是很亮，底下这边还是光一片，算了。目前来看，我家顶楼没办法拍了，我回金瓜石老家看一下。Go。所以我现在回金瓜石老家碰碰运气。好 ，Go。来回我金瓜石老家了。但沿路看起来那个都还不错，够暗，然后下车哦，天上好多星星啊，可以帮我开门一下。一样啊，流星雨啊，有，但是数量不多。几点？几点哦？差不多现在就有了吧。我家顶楼 Go。 这门太小了，住了，这箱子太小了，卡住了，应该拿张椅子来坐的。顶都没云，其实这边可以看得到都是灯，有没有？你至少没有海上渔船哈。好，现在来到我家那个我老家金瓜石的顶楼。其实这边离不厌亭也很近啊，大概十分钟的车程而已。不过算了，我不要去。现在不厌亭是拍银河的热门景点，我就不去跟人家卡位了。而且我比较喜欢自己一个人这边拍。基隆山脚下路灯还有西昌庙这边灯其实也蛮亮的。我先找一下土星好了，不然我没办法定位。这个方向是仙后座，对，英仙座流星雨在这里。不错。宝瓶座反而在茶壶山的方向，哇，升起来了。虽然路边的光还有点严重，有点亮，但是比我家好太多了，星星蛮多的。我在想，我另外一台是来拍英仙座跟天龙座，找一下好。天龙座在基隆山顶上。我觉得对天龙座这边好像没什么把握，不过我没有拍过天龙座流星雨，还是追追看好了。如果没有的话，保底还有宝瓶座跟摩羯座。好，就这样子，关灯。我要不要去楼下拿张椅子上来坐？可以哦。那个忽然间木星也从茶壶山顶上冒了出来。一直觉得建龙林那边有的灯，你看，
现在回家了，现在12点，现在快12点半，我要回家了，我要家应该是快1点而已，就可以睡觉了。